Whoa. Did you just understand me? Oh my god, you can understand me. Stop. I've been so lonely. 好莱坞真人动画电影《名侦探皮卡丘》将风靡一时的手游精灵宝可梦角色融入片中，由美国男星莱恩·雷诺斯为人气宝可梦皮卡丘配音，化身超级侦探陪搭档找寻父亲下落，却调查出一桩摧毁宝可梦与人类世界和平的阴谋。讨喜又不按牌理出牌的皮卡丘，让这趟刺激又疯狂的冒险旅程搞笑又逗趣。Because we're used to faking it. 另一部好莱坞喜剧《诈骗女神》，奥斯卡影后安海瑟薇携手胖艾米·瑞贝尔·威尔森当诈骗大师，两人一搭一唱，将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骗走无数金钱财富。安海瑟薇在片中不停换装，展露好身材；瑞贝尔·威尔森依旧不计形象，无厘头与开黄腔的举动令人捧腹大笑。Would you mind, sir?改编真实性侵案件的法国电影《感谢上帝》，描述三个童年被教会神父性侵的男子，带着阴影长大，历经十数年的沉默，因神父回到社区，决定揭发他的恶行。导演对于片中的神职人员采用真实姓名，影片备受争议。日本家庭伦理片《母亲过世时，我想吃掉她的骨灰》，片名猎奇引起不少讨论。电影刻画漫画家儿子对母亲真挚动人的情感。当儿子得知母亲罹癌后，为了延续母亲的性命而到处奔走，不料仍无法挽回死神对母亲的召唤。在母亲离开人世后，儿子突然收到母亲给的礼物，改变了他的一生。中央社综合报道。